我见叔叔我有嚟见工噶，系33啦，仲嚟见 receptionist， 30几岁都有问题嘅话，你啲40岁唔炒得。草根港女揾到份笋工，偏偏得罪咗个恶死女上司，攞错咗佢部手机，仲攞埋佢条命。系你用山寨手机，我先至会电死嘅吓。原来你唔系鬼，你只不过系一堆老电波。唔怪之你唔惊同我见啦。你喺度做咩？ 兼职嘅系部行政经理。有呢团老电波教路，身份三级跳。1年前系一个唔适合嘅人嚟做一个唔适合嘅位，今日系一个适合嘅人嚟做一个适合嘅位。做行政经理要有气势，行路要脚踭落地先，有咁大声得咁大声，等全世界知道你翻出嚟。你个 Michael 啊！终于撞翻个男神，可惜神女有心，男神冇本心。 女人唔喺身边咧，啲男人就身痕噶啦。邪花入闸。哇喂，冷静啲，冷静啲。真系估唔到你系蜘蛛精，唔系一个普通嘅蜘蛛精。我发觉人就识咗你之后咧，硬系好多嘢都好似好巧咁嘅。点解你换咗衫啊？得啦。咦可？真系不愧贵呢啲底啊，系嘛？点解你成日自言自语嘅？即系唔识你咧，仲以为你系。 你咪串我啊！睇你双目含春，面泛桃花。琴晚系咪同你 kiss 咗噶？吓，你自己唔知嘅咩？每次我需要人帮嘅时候，喺你身上面我都感觉到一千，但系你平时嗰种跳脱，一啲都唔似一千。 上身上出，两个女人分一个身，但系一个男人又点样分？你明知 Michael 中意你啊，你系吊住佢，又抱住佢同 Hugo 搞到乱晒龙，有乜问题啫？<笑>你今晚上我身喺 Michael 面前屈我，你只不过系我替身。如果冇咗我，你对于 Michael 嚟讲系 nothing。你先真系假嗰个啊！我翻嚟系见你噶。我系知道发生乜嘢事嘅。孙淑梅同你系两个世界嘅人啊！喺你嘅心目中。 我永远都系佢嘅替身。最爱你嗰个人唔系孙淑梅，而系我。情呢样嘢咧，玩唔过噶。如果你能够帮 Michael 如期完成呢个 project 嘅话，你会额外有一笔花。呢栋嘢起唔起到嘅咧？就算冧咗嚟变成灰都好咧，都唔关我事。我唔会再俾佢哋伤害你。一时贪心冒险保王，点知太瞓身，自己起唔翻身。 除非有奇迹出现，我可以遇到你，就已经系一个奇迹嚟，唔好走啦。鬼都爱 OT， 有冇骑呢啲啊？人鬼三个恋，争到断你，笑到肚乱。鬼同你 OT，TVB 1星期一至日东亚时间晚上8:20播出。